Well, actually, I have already done so when I met the family of Mr. Hong in Pinetong County, where I expressed my sincerest condolences and extended and offered my apologies to the family for the loss of their father or husband in the case of Mrs. Hong. And of course, tomorrow, my Chairman Perez will also be repeating or reiterating his intention of apologies from the people of the Philippines to the family of Mr. Hong, and also to the people of Taiwan, who of course have also been hurt and suffered grief as a result of the death of someone that even though they do not know, is of course any death, even regardless of the circumstances, is very sad and very tragic, and something that we do not take lightly, and that is why we have taken all the steps we can to show our serious condolences and apologies to the family. 其实我在造访洪先生的家属，也就是之前在造访屏东的时候呢，就已经亲自向他们家属表达哀悼以及致歉之意。我非常遗憾，他们丧失了家中的父亲还有丈夫。明天佩瑞兹主席也会再次重申以及重复道歉之意，这也是代表了菲律宾人民对于洪家家属以及台湾人民对于洪先生的死亡所感到的痛苦以及难过，表达我们的哀悼以及道歉之意。此外，我们也知道这件事件是非常的悲惨，而且令人难过的。我们任何一个人都不希望这件事情发生，但我们现在所做的是已经采取相关的步骤，展现我们最诚挚的哀悼以及道歉之意。我在这里也是跟大家再这个说明一下。当然，这个白西里代表认为说，他已经在过去已经跟我们外交部已经跟这个大家也已经跟家属这个表达他的这个道歉也表达他的这个哀悼之意。那大家都会认为说，他这样的一个道歉是不是确实获得菲律宾方面的这个授权？那刚才他也讲得很清楚，就是在他的信里面也特别会提到。那另外就是他们的理事主席呢，这个明天这个抵达之后呢，他也会再度的这个向我们表达他们这个深切的这个遗憾跟道歉这个资讯我们也会提供给各位媒体的参考。那这个相关的内容呢，当然因为我们刚刚才几分钟之前才完全这个确定，那这个内容呢，就是说我们也需要这个等到裴瑞斯主席来之后，我们再做进一步的认证。那关于提到这个授权的部分，因为刚才这个白西里代表也特别跟大家提到，这次他回去这个马尼拉参加他们总统府的高层会议的时候，这个菲律宾的总统也特别授权他这个处理这一次的事情。那明天这个裴瑞斯主席来的时候，理事主席来的时候，我相信也会做同样的说明。那现在关键也就是说，我刚才提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授权是不是有获得菲律宾方面官方再给大家做一个证实？虽然他已经讲了很多遍，所以我们这次特别请这个菲律宾总统府的发言人，也就是部长层级的阁员他会这个有在一个 statement 里面会证实，就不管是裴瑞斯理事主席也好，白西里代表也好，都是他们授权的这个代表能够向我们表达这样的一个这个道歉，还有这个深切遗憾的这个意思。好，我想这个部分就是我们会再做进一步的这个加强，也希望大家能够做一个了解。谢谢。敏生，那不好意思，我确认两个问题。第一个是菲方的信中有没有出现 apology 这个字？另外第二点是他道歉的对象是对家属或是对我们政府？这个部分就是在这个信里面这个等一下大家会看到，这个信里面呢，他是对于我，他就有特别提到这个 deep regrets，
and apology， 哦 ，deep regret and apology。但是他这里也特别提到，因为他们是这个，当然菲律宾政府有做了这些具体的回应，也就是菲律宾政府有指示他们来做哦这样的一个道歉的动作。可是这个道歉的动作呢，事实上是针对这个菲律宾的政府所授权哦，对于这个菲律宾人民表达对于我们家属，也就对于我们台湾人民所做的这个深切的遗憾及道歉。我想这个信的解读，大家可以从这个拿到信以后，你们可以自己做一个解读。但我知道有些人可能认为说这个还不够100%的明确哈，那这个部分呢，也是我会需要在这个对短的时间之内啊，再跟高层、再跟总统、院长再做进一步的报告。那也就是明天等到佩洛西主席来的时候，我们会对相关的这个部分呢，会再做进一步的说明，也会做进一步的因应。那另外，我刚才也特别提到关于赔偿的部分，他刚才已经跟大家都讲得很清楚。那另外授权的部分呢，明天上午也会做一个处理。也就是说，针对菲律宾方面所做的这些回应呢，我们认为有很多正面的成分在里面，但是是不是100%完全符合我们所提出来的这个四项要求？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在明天佩瑞兹主席抵达之后，我们会再做进一步的验证。我想这个部分也跟大家做一个说明。是我看到那个最后排的女士，因为她每次都在举手中间，是，谢谢。中央社蔡和颖，两个问题。第一个，我们今天跟白代表的会面中有没有触及到有关于赔偿金的金额部分？然后第二个是，因为我们有提到一点是惩凶，那有没有双方也没有讨论到说引渡把犯行引渡到台湾的可行性？这个部分哈，关于赔偿的部分，刚才其实我也强调哈，就是第一个就是这一次佩瑞斯主席来的时候，他们会提供啊这个一部分的抚慰金，这个部分他们会先提供，那他们也会了解就家属在这个部分的进一步的需求，他们会这个部分他们会再做进一步的考虑。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司法的程序的部分，因为要透过这样的一个共同调查，我们的调查小组礼拜四就会到菲律宾去，那会跟菲律宾方面呢做进一步的一些共同的调查，希望能够有更进一步的结果。因为这个结果呢，对于将来进一步的赔偿，或者对于这个进一步的惩凶的部分呢，就会做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结果出来。这个会需要一点时间，但我们也希望能够在对短时间之内完成。那就是目前来看的话，就是菲律宾方面是有这样一个善意，就是他接受我们的调查小组去，大家来做先做一个调查。那对于这个赔偿的部分，他们也愿意保持弹性，他也想了解一下家属方面的需求，他们来做一些配合。来，政委。部长好，我是民事记者向正文，三个问题请教哈。第一个部分是说，现在菲律宾状况是不是在处于一个留校查看的状况？因为他其实第一时间并没有完全满足我方完全的需求。那如果他明天这个理事主席来的话，那在没有办法完成我方需求下，我方是不是对他们采取任何制裁的动作？那第二个问题是说，你们刚在协商过程当中，马总统知道吗？你们是不是有让马总统充分了解说你们的这个会谈状况，他是不是有做出什么样的指示？然后第三个部分呢是说，这个菲律宾方面什么时候可以把他们这个影带来公布给我们国人来了解？以上三个问题，谢谢。这第一个部分呢，我想相关的进展我都有报告总统、院长还有国安会的原秘书长，他们都充分的了解。可是就是因为到很晚的一个时间哈，我们对于这个信里面的内容，一直到最后才能够完全的确定，我也跟他们做了报告。那至于说是不是完全哈，我们就是完全接受，就是他这样的一个信，就像我刚才讲到，这里面有些部分，像赔偿的部分，啊，像这个授权的部分，因为里面我们也认为还需要再做进一步的因应。那另外就是佩瑞斯主席明天会来，也就是说我们将来会不会采取任何的措施，但我们需要就等到佩瑞斯主席来了之后，还有就是我们从其他方面所获得的这个讯息，我们会再做一个仔细的一个考量。在这个在做成最后的决定之前，但我们不可能现在，因为我们不能说菲律宾方面没有回应，因为他确实是有回应。也就是说，这个回应是不是符合我们的要求？那菲律宾方面是不是能够啊，针对我们现在所提出来的啊几部分，能够再做一个明确的啊一个回应？我想这个部分我们需要做进一步的验证。也就是说，这个会不会这个采取制裁的行动？那我们还是会做一些保留，就是我们希望等到明天佩瑞兹理事主席来的时候，
哦，我们再做一个最后的一个验证，好不好？另外，你刚才提到那个问题，就第三个问题是。那个就是关于说这个菲律宾这边应该有影带，就是事发当时的影带。好，这个部分我可以，我是请他来做一个说明。We want to know whether the Philippine government would like to make public the videotapes. The video of the encounter will be part of the evidence and that will be provided to the investigators initially and eventually to the public. 影带可以作为事件发生部分的证据，之后也会提供给调查单位，然后才会公开。There are also satellite images and GPS, but the intention is our investigators will also come to Taiwan and to visit and inspect the boat and also to interview witnesses. And likewise, we have received a request for your investigators to also visit the Philippines and to look at the evidence and information that we have so far.此外，我们还有卫星的影像以及 GPS。相对来讲，菲律宾的调查人员也会前往台湾访视该艘船，以及进行相关的访问。同样，台湾的调查人员也会到菲律宾搜集证据，以及进行相关的调查。对，我想刚才这个白希里代表解释的非常清楚啊，因为我们有检调单位的。这个调查小组礼拜四会到菲律宾去，那菲律宾方面呢，他们也会安排他们的这个调查人员啊，到这个小琉球去，这个去看这个船。那另外呢，也会访视证人，也就是说在船上其他的三位啊这个人员。我想这个是一个调查的过程，我想大家都了解，因为怎么样能够把这个调查的过程能够完成。那刚才这个白希里代表也讲得很清楚，确实他们是有这个影带哈，这个影带他们会提供给检调单位啊作为证据之用。那在之后呢，他们也会把它公开。我想这个是他所做的这个说明，我想大家都听得非常的清楚。是不是还有其他的问题啊？谢发言人，那个自由亚洲电台李志德，那我想请，刚才那个中央社的同业问过那个引渡的问题啊，那这个问题其实上次记者会的时候，我们也问过那个申佩煌申司长，那他当时的说法是说，我们现在暂时不会向菲律宾要求引渡，那。部长刚刚非常强调这个调查的部分，那调查的目的是找出真相跟凶嫌。那如果调查的目的是找出真相跟凶嫌，找出凶嫌之后，这个人却不能到台湾来受审，那这样的调查意义大不大？因为七年前的案子，就因为到最后找不到凶嫌，哪怕调查出成果来了，事实上这个案子是没有办法继续进行的。不，我了解，因为我们现在跟菲律宾方面哈已经签署这个刑事的司法互助协定，但还没有。哦，这个正式跟双方面已经签署，那我们觉得说哈、啊，这个我们会要求这个主张管辖权，可是还是要等这个整个调查的这个过程要能够完成，也就是说我们的调查小组到菲律宾去，那我们也希望他们的调查小组能够到台湾来，能够到小琉球去，我要先要把这个过程完成。那针对这个管辖权的部分，到我们会提出，那我们双方面的检调单位也会做密切的合作。我想这个部分大家都了解，这个需要一点时间，这个也不是外交部实际在做，可是我觉得说把我们的调查小组跟菲律宾的调查小组把相关的证据啊，把相关的这个验证的结果能够做一些比对，哦，能够找到事情的真相，哦，能够对逞凶有帮助。我想这个是我们要努力的。对。好，我们目前看到是外交部长林永乐针对双方经过四五个小时的一个协商之后呢，所做出的一个最新的回应啊。那么稍后有关这份最新的声明会如何的解读，我们会有这个稍后会有详细的探讨。我们休息一会，马上回来。